下面我来演示一下怎么简单的用全民 K 歌来制作唱歌的伴奏视频。首先呢，点这个唱歌，选一首自己想点的歌，比如说我选择这个连名带姓，那我就选择 K 歌，然后开始唱歌。这样的话就你就一直的唱，一直唱到结束如果不想唱呢，直接把它拉到最后也是一样的点击完成，把这个人声这个音量变到最小，伴奏音量变到最大，然后选择生成作品。生成之后呢，咱们可以选这个分享，分享里面有一项是保存至相册，然后整首把所有的这个视频都保存下来就可以了。还有一种办法，点击右上侧的这个三个点，然后选择下载作品，然后如果有 VIP 的呢可以下载音频，没有的话就是下载视频，直接下载到本地是一样的。找到我们刚才下载的歌，然后你就可以听一下试试了。这个就是只有伴奏音乐，而且可以看到歌词，但是没有你的声音的，纯卡拉 OK 的这么一个伴奏视频。好，希望你能学会啊！有问题呢，可以给我留言或者直接问我。